各位同学，请坐，即马要开始上课啊！各位同学，请坐，即马要开始上课啊！喂，哎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阿表咧拄过无？无吼。哦，我目睭拢金光看，阿表袂使有拄过哈。食饱了到中昼时吼，有那精神较无好啦。吼、哦，啊各位大家真无简单，来接受这个电招，我直接就35分钟，所以大家得注意听哈。我们要迎接新的时代，新的时代吼。以前我有讲过吼，咱要希望与等待，但希望什么？等待什么？啊，希望的中华民国管理区啊，要等待什么？等待咱台湾民政府来执政啊，来接不起来吼啊，所以我要迎接新的时代啊。这个新的时代来临以前啊，咱即摆看我们伫法律内底。咱知影讲，我们台湾近代史吼，近代史，那时候经过足侪时代啦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保证讲出讲咱最初有一个属于咱家己台湾人的时代人。但咱即马讲哦，咱迎接新的时代，要接什么人啊？而且马英九这个时代吼，啊，可能要结束啊了。即个悲哀心哦，甲咱通敌即个期间的心哦，天怒啊，民怨呐、啊。我感觉足奇怪，平时吼、哦，老师我那上课无人讲真白，但是你们可以想象了哈。我过年开始的时阵呢，落叶左右手，嚯、哦，什么赖素如啦，什么李朝清啦，林义士啦，啊，一个重剑下马。啊，你要想马英九呢？伊掌控了党政军特务兼法院，哎，足奇怪呢！啊，伊拢掌控者，啊，伊个人拢个落尾呢。所以你应该知影，背后有一个安那呢，孙和龙啊。啊，孙和龙呢，相信不是民进党有干的能耐啦，没得能耐。啊，所以大家想落啊，伊最近。几礼拜来，老实讲，今天如果我无参与咱台湾民政府啊，迄、那个学运遐，我的都伊啊，你毋该一人都伊尔尔，就号召就陪人都伊就对啦。这个学运这令人看起来哦，他的背后我们不谈论他，或者说因中华民国还是各党派对。这个学运因的评论，或者是美国对他们看法，我撇开不谈了。我讲了，这批囡仔心呢，你重要时刻也得造出来。在你大人无能解决代志的心呢，这批囡仔造出来，它有代表很多的意义。虽然因来对讲，他有些主张要台湾独立啊，所以因为安尼时阵，马上叫这政府就无甲治落啦。讲这批只系搞囡仔心哦，就要搞台独啦。拜托诶，有一个胡茂的关系，你民进党无法度伊啦。啊，无法度就变成讲恁大人吵来吵去，无法度还囡仔出来啊。但阮囡仔横跨所有党派啊，阮无党的色彩，阮只有讲啥，你反民主，你黑箱作业。我们年轻人没有未来，就简单啦、啊。所以呢，网络用来了，嚯、哦，一点点一大堆都涌出来，你知道无？啊，如果讲，如果马英九真的做得很好，我的管理网络我那怕，对不对？无人会涌出来啦。所以这个时机点真好，然后希望今晚各行各业的，各行各业哪拢有些主题啊？各行各业内底时段无人出来，但是呢，叫囡仔出来，
所以这个媒体说那几十万而已，拜托，他的背面代表是什么意义？各行各业的人都出来，所以那个一个胡帽里面有时候看那个表象啊，我里面这内容从啥？各位在座这内容我拢真清楚啦，但是几点对咱台湾彻底安那呢？对那生死关头有关的啦，迄内底做的条文哦，卖讲国安方面的资讯啦，迄先看下连接的，先开大门就对啦。过一个马英九讲啦，我袂学中国劳工之外，讲起来作水吼。但是呢，你也知哦，他两项其中一项哦，20万美金，他可以来设公司的。啊，那公司写你知啊吼？公司写他有员工啊。啊，今天前我伫台湾设公司，我再来台湾拿订单呢，我台湾接单呢。但是呢，我做叫中国大陆的公司来做。安尼台湾赚啥？佮另外，伊透过这个公司呢，伊人换汇了。台湾的员工伊即马甲伊讲啊，讲哎，阮中国去的，吼，当然员工大陆也无讲中国啦。即马我们要彻底改过来，咱唔来讲大陆，迄是中国的中国啦。因即马把我们台湾的员工，讲安那来交流，你过大陆人的公司啊，然后把大陆公司嘛调来台湾。安尼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吊吊吊到到尾啊！咱大龙吊底啊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做台劳，用中国人来接来接，啊，真可怕！迄个刷嘞，主要20万美金，还佫得750万的啦。他可以七个人过来接，那七个人来对呢？他以后可以移亲呢。我讲了750万可以叫变相的移民。中国政府哦，中国政府哦，很简单啦、啊，伊那拨啥呢？拨七条啦，你知吼？拨七条钱过来，你想个台湾会让偌济公司入来？有几十万的公司会当入来？拢总有偌济员工，那是安尼在省了啊。所以当然呢，当然改变策略，我飞弹人全世界抗议啊，啊，我用钱弹嘛，啊，钱弹的时阵，互你看无？但迄钱大落来，咱就来上啊！有人一般看无，来有关心的人个看有，所以知道胡茂来这是唱一个为了选举的来的，迄慢慢的台湾呐，佫落过，从安尼过就对啦。咱的民政府啦接袂赴吼，啊，咱拢对敲伊啦。迄是真可怕，你知影无？迄叫换血啦。所以无怪中部有一个政治火烧啊。他早讲了，阿扁也钓到血流成河一个啦。应该讲什么话，你知影无？讲开，我们要胡茂赶快过去啊！啊，这样通了以后呢，他来通，我们通过去，他来通过来，这样子我们就统一了。哦，我的讲什么小话啊？所以各位，大家做清楚，近来的时候步步危机，就是透过马的这个伊咧掌权执政的时阵呢。你口头讲是啥呢？我不会出卖台湾，我只有卖台湾的水果。吼、哦，你看跳几股就对了。所以赶快呢，因为包装的很好，伪装的很好，但是处处都没出卖咱台湾人。所以各位，今仔台有幸来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，对最起码咱对咱的良心，搁对着咱的后代啊。所以我坦率甲因讲哦，讲阿得参加台民政府啊，阿那无吼，像林宇雄这啦，阿、啊、我那全力出野啊，你无得合适这，愿意安那呢，牺牲家己啦，要救咱台湾啦、啊，要牺牲个人的性命，要救咱家家孙孙啦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哦，要做这个果断这么简单咯、哦。人伫有勇气、无勇气底下，伫个生死关头的时阵哦，伊会来把生死看得真开啦。你话中国作势吼，中国压迫的，遐个啥呢？遐密宗、西藏遐个无，个自焚一两百要过年哦，真了不起哩啦！伊对迄个强大政权无多时阵，自毁先家己，反省世人、世界人。
好，今仔日林玉雄以这个动作，伊精神达你钦佩。老实讲，伊参加民政府啊，咱做目睭金门看伊在对抗中华民国时吼，结果是怎么样？我讲咱台湾民主是对美国，因遐所有个遐学问也是林永志人，伊的目标对的是中华民国，但是咱共同生活的台湾内底不得不要关心嘛。我甲必须要建议吼，台湾民主起来，把核数一定要冻结，未使去。该了偌钱了偌济钱，马紧为了家家顺顺啊，我讲未了钱啦。哎，安怎卖了钱啊？啊，真简单啊！甲做全世界唯一的博物馆啊，我全世界要参观买门票，全台湾学生内底拢卖团体票个整价吼，啊，回参观啊，什么叫个核能的设备啊？嚯，内底真大个设餐厅嘞！我讲哦，咱的这边嘛，较慢落去啦，啊，设博物馆，嚯，人家笑讲，容易安尼卖了。嘿，卖讲了，坑底大遐，保证全世界拢来参观啦。顺便加讲，遐开过了几千亿来了钱啦，这咪了钱的问题。迄个讲应该做咩？为了6%的发电量，竟然一顶20几年前起到即阵，你也起一间厝楼啦，卖讲遐那大的工厂啦，啊，起会停的，起会停的，起会停的，你也想？安尼是毋是？迄间厝伊人建物有着问题啊？卖讲变更100几项哦，内底原来设计20几栋，把市公司买迄个发电的迄个，甲即阵啊20几栋啊，啊无迄个，啊外口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你甲想着即个外费啊嘛？你知影？所以无怪有一人投诉啦，建商投诉啦，伊讲哦，啊，我来去啊。啊，去的时阵，皇帝咧应付应付啊，嗯，啊，你偌济上，我来去啊。啊，这去的时阵吼，若要运转吼，讲伊就走大声啊啦。你知无？那伊在了放插咧吼，要开始运转吼，讲伊就赶去移民啊啦。伊知迄个时阵啊，真危险，但是呢，伊咧钱咧贪呢啊。啊，伊知讲安那，啊，你叫伊来去啊，也无一定会运转啊。所以吼，全世界都出了咱台湾这个核事啦，想起真痛心吼。所以个咱回想，伫这个学问，甲这个林玉雄这个事件，接着，迄那创不起等于核爆弹咯，等于核爆弹咯。所以一定要看今仔日吼，啊，今仔咱都在上课啊，啊，谈到人拍简讯啊，讲第一了，第一了啥？迄个。政府门啊，对一档号要回执啦，应该7点啦。吼、哦，我就想讲，我台湾台民政府啊，我们对的对象是美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无容易参加。咱主耐心指导伊，伊唔能出差错。伊若出差错时阵哦，老实讲，无一人会当预估台湾会怎么样的状况啊，无一个先会当预估啦。包括美国给咱下指导棋，伊都唔知讲台湾会怎么样动乱啊。林玉雄是一个人格者，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他毅然总提出来，无要当一官半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在社会地位来对吼，不管绿还是蓝，拢有真崇高的分量伫当下。所以我们不要小视小看这个事情的演进演化。作者人咧急，为了剃头，连一个迄个沈春华，我看一个家姐，一个做人家的妈妈呢，她竟然为了李光头像尼姑一样啊，尼姑一个一剃起来，咱看啊如水，伊的水型啊，有内心出发。伊对台湾这个疼惜的心哦，那个美就出来了。所以剃个光光成尼姑啊，是人家的妈妈，她讲了一句话，是为了家孙呐，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家孙。所以很多老实讲哦，我们看的都非常之感动，尤其他不是政治人物，
政治人物的心呢，拢希望在镁光灯内底，拢希望在掌声内底表现家己哩啊。但是呢，遐唔是政治人物，所以我们出于内心对他们的尊敬的钦佩了。你感觉讲的心咯，在非常的时代内底，拢有非常的人物表现出来，对咱台湾这个土地疼惜疼爱，其实。其他方式都不太一样。当我们的秘书长2006在你个别国的时候，老实说真少人会当响应啊。迄个上时呢，迄个调吼，曲子足悬的啦，我们不能够合他的音调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主要在高雄选市长的时候，一直把迄用出来啊。哦，美食，迄个日食美赞呢？啊，看你美国旗啊呢？啊，我咧支持阿局啊，我们高雄啊，我们支持阿局啊，啊，佮突然到我咧美国旗啊，然后打一个问号啊，啊，但是搞不懂，啊，自己笨啦、啊，家里迄阵耐心啦，我们的机缘无够，竟然无能接受迄个论述啦、啊，所以事后讲，哎，奇怪，我佮万古来当啊，我的机缘就是安尼啦。伊秋寒和迄个北平路遐，顶顶咧拜神咯，拜啥雷迄个神咯，伊叫我开车。就再者，当初北平路有一个姓的，伊的支持者提供伊的服务处，哦，伫咧三角汤楼卡遐，特别安内叫我用车开拜访伊骨力当前咧选市长的神咯，去提供迄个场所。你看讲？我们秘书长就是这样念旧，这样懂得的感恩呢、啊。虽然你过来当阿带有机会到高雄，哦，伊讲哎，委员长，我们来对接的所在，讲哎呦，哎呀，甚至吼，我捌去啊，但是呢，讲的人可能是分身呐、啊，唔是本尊呐、啊。如果六年前迄阵啊，2006拿你本尊来讲吼，也许外村啊可能接受啊啦。啊，结果唔是咧，是分心在讲诶。啊，所以呢，得无够迄个精彩的精密度无够，迄、那个分析力无够。所以迄阵啊，我无能接受，我只有个迄票投予单强嘛。你知影吼？伫高雄选举的时呢，但是事后时阵，当我就搁发觉着讲，台湾民主会的时，原来就是咱的秘书长的选举，迄、那个论述。我个重新呐、啊，个重新呐、啊，大概看一下论述的要点、重点在哪里啊？看法真侪吼，啊，以前唔捌读过啦，伫学校内底唔捌读过，尤其旧金山合约，所以我事后问我一挂朋友，读迄个法律研究所的，我问讲啊，恁伫学校时阵吼，有读迄个旧金山合约有没有？伊讲拢无啊，嘿。啊！机关拢读起来啥咧？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呢？啊，读到对国民党有利的呢，对中国有利的呢。所以我发觉讲，哎，原来我们都受骗了。咱了足侪时间，都国民党教育内底拢失灵的信号呀。尤其我戆到外省呢，我戆到这个十五党出来了，哦，伫绿岛、绿岛、中央，当然这个台啊。有好读到无好好啦，这个好玩读到呀。十五党出来了，我们继续为了台湾的打拼，家里民进党，然后呢一直抗争街路心哦，拢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都话几波句啊，拢加了啦的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的时你也想，我若看咱这批。这些学院这些囡仔吼，伫咧空间是得有理性，因恶无恶别乱来哦。我们不要把他公行正义的含占领外业这边混在一谈哦。也是因相当理性，因发挥团队的作用，迄一二十个学生囡仔同步翻译十几个的语言，全世界拢发布出来，同步哦。所以真钦佩，这种干了民进党都无点能耐就对了。
敢这批学生囡仔，带给我们台湾的希望。而这批人，因知影啥呢？因虽然讲为主的单独立，为讲是中华民国不管，但是呢，一个证明是啥呢？他们要脱离中国。有这批学生囡仔，因发觉着讲，未使用中国底下高高低低啦。所以为了马英九政府那个地步啊，讲我这批是台独，台独，我想来讲，最起码台独了，要跟中国无关系啊，安尼也是咱的好朋友啊。有当想讲，咱家己主地就对啦，伊可以独立思考，伊想到未来，伫马政府内底没有未来嘛，他要创造未来啊，甲冲破安内这个封建的想法啦，这个时代无同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新的时代，就是后带这批学问的时候，学问者学生啊，我觉得很大的冲击哦。你们要看看这个学生呢，这个冲击的余波会悬荡哦，会慢慢不是讲的停摇，还会继续，会掀动咱台湾人的心。过去长时间的国民党嘅强压之下的时候，已经要改变了，要变动啊，就对了。我伫看的时候，那学生囡仔，迄个咧用水泥块咧墙啊，我哎拜托诶，你若脚架摆用过来墙，以前我以前有墙过经验吗？哦，你电量强到搞种内伤咧。各位你唔能看迄水哦，很冷很冷啊，硬硬硬硬的。迄水也是你看，船来船来浮，啊，要船来沉的就沉了呢。啊，所以你们要小看那个水，有个水流出来时哦，相当强，强个五力。哦，咱看起来时哦，讲哎呦，啊，这学生要无人啊教，无人啊讲，伊就强强到规个，啊，这一定来伤的啦。我另外咧讲啊，话唔知啷个走啦。我较早咧讲完哦，我讲完还走玲珑呢。因为怎啊，咱这少年啦。爱那装备，有个装备吼，迄笨手笨脚，啊！咧讲我的招呀，啊！把讲了写这边个啦，写玲珑啊，我都讲袂到。好，我们在即届时喏，遐讲到会老会老地了。虽然看啊做唔甘，跟阿祖国讲，又这毋是革命哦，这是咧普通的那抗争尔。那如果台湾的成绩到革命的时阵吼，我咧想伫安那呢？爱成啥呢？成迄个。捷克不是捷克，捷克另外一个匈牙利，迄、那个匈牙利的时阵哦，伊的首都叫布达佩斯。你要想，迄阵来独裁者的时阵哦，伊用战车掳出来布达佩斯呀，战车的炮弹要拍遐学生，要拍遐群众。有一个教授爬去顶悬，安怎讲你知无？用各位咱即来遮乡亲时代，你即来遮战车出来。遐战车，你知影咧？问伫你头前即台车，有恁的兄弟姊妹，有恁的师大人，有恁老母，你的炮弹安尼拍出来吗？你拍家的亲人，在你独车车面的后壁，你的良心何在？怎啊？讲讲迄个炮弹，迄炮弹拢活到过，你知影无？迄个战车，迄个炮管哦，总倒啊！吼，我看到这波是，今日台湾唔是革命哦。这不过是抗争而已啊！如果那些公司现在革命的心哦，老实讲，我跳出来还没化就对了。哎，恁那政报警察，你说的是让人刀人心碎呢？你这国民党的冤狗，你怕你是在弄你的子弟呢？遐大小拢家己的子弟啊！你也是怕咱的子弟？你讲我看，我相信讲。因要讲的时候，是不是爱了成功成迄个人匈牙利遐啊？迄战车炮管要转弯啊！但是咱台湾呢，老实讲，无咧革命的本钱啦。阮当初为什么遐坐落？想法天真啊！入来陆军官校学一寡功夫出来，就要拼就对啦。你要知吼，这陆军官校吼，迄不是普通人会当入去的啊！当然，我买一面吼，伫门口咧惊三年啊，就对啦。因为知啦，门外甲门内决定我们的命运。所以我个人吼，一个行李官咧吼，
所以入境官校，写一年，搁写一年，因为我咧想讲，阮兄哥去做迄个唔正兵啊，就光荣入伍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派迄个矮矮顶顶吼，甲散个车头，吼、哦，我通通要做一个官校的，未来做军官的吼，出人无半人插烂啊，所以官伫遐惊三年咯，看看来讲，为着将来啦，咱将来伫对南灾啦。啊，反正为了将来啦，来入面啊，入面吼，虽然来剃光头，衫裤虽然换起来，啊，就穿迄个军服，走队呢，去操场去爬啦，爬半点钟啦。所以，阮入面是咧受苦，包括阮有三四十个单人入面的时阵咯，我读半期，为拢要走啊，未堪滴个艰苦。但是呢，我拢伫休困的时间甲讲呢，我伫门口写三年，才一万嘞，无简单啊！啊，你一万要搁出去，我不但未想讲艰苦要做，我更孤立呢。所以，咱有一志向，但咱袂当甲咱的士大人讲。阮老爸讲啥呢？哦，啊，军中拢遐啥物呢？拢遐老乌啊！啊，军中啊，无半咱亲戚朋友，啊，你入去啊，是要创啥货啦？咱袂当讲，我只要要学功夫，要结兵啦。啊，咱袂使讲起啦。啊，事实以前啊，阮就是安尼。阮让西面店两个选择为军营内底去，因为对要对抗这外来政权呢，就以武力，以经验武力来讲，咱来学功夫，学一挂武力啦。啊，所以咱来官后毕业了时呢，咱有战车呢，啊，咱有指挥官呢，咱来大部队啊，啊来拼讲，先生有在天啦，我迄阵想着做天真的啦。但是呢，就是讲迄阵啊，上天讲。时候也未到嘞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也一哭，就我这十五档啊。各位，你也想讲十五档哦，每次咧食食馒头，食十五档，你就食到昏去啊啦。但是人有这意志，我是讲未来就对，咱这台湾若要解决，迄阵拢想啥呢？啊，台湾若无独立吼，啊，无安怎，无安怎啦？哦，迄个口号真好啊！但即摆想起来讲，我笑笑。让我爱用笑，你知影无？什么台湾独立都无可能独立吧？为啥物所管都毋是咱个啊？个啦，真简单吼、哦。咱个所谓咱台湾人啦，但是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个啦，还没选总统啦，选到是个人点钱，该讲你窃国啦。迄种我也想无啦。阿扁也选到，伊敢讲窃国？啊，窃国是偷呢，是贼啦呢？偷起个国就对啦。哎呦，这想拢无奇怪先啦，啊，就算着想窃国啊，即马较想啦，我来中华民国的英烈啊，啊，你无大无事，你刀人出来，我算好你算着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后壁突着，伊突着啊，所以就不好啊。啊，国外来英烈，即马想着没有错，中华民国英烈，啊，你刀人何必搞底下还没算计？你刀人还没算计的是造成中华民国延长他的生命啊，延长伊生命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国际咧，你有伊拢一直讲讲啊，阮即来讲和平、自由、民主，吼、哦，阮有选举，对不对？当然中国人无分啊，拢甲国做伙啊。包括美国伊阵派人过来找老蒋来讲个心咯，佮派咱迄个黄朝琴啊，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啊，吼、哦，并且美国讲安尼啊，安尼反正你当然中国人安尼会管好啊，还是咱当然拿着几当来，伫政治领域内底。所以我当想到感谢那秘书长的心哦，伊的研究政治化的心哦，能突破就对了。即咱的台湾人是培养几万人的即博士、教授、学者，有只要想着讲要把台湾脱离即个苦海，进入国际社会无，那大部分无咧想啦。啊，这奇怪，看的是那无只脑筋，遐博士的脑筋拢有对伊啊，咱毋是博士啊。但是呢，咱咧关心内底吼，拢有被人家引导了。迄阵咱咧相信讲遐朴素啦，啊，你对行啦，啊，你家乡对拜啊。所以当地咧抗争中诶时咯，迄、那个蔡东元朴素，伊即马往生呀。但我最起码也是咧讲，伊美国当爱心咯，吼，我来讲，啊，即我偏偏说错呢，啊个朴素呢，哦，政治啊教授呢，伊带一个观念给咱啦，公投。我想讲，啊，若美国炸断啊，这公投啊，会吓哦？为什么呢？美国民主国家，
公道是最后民意，咱是代议制内底，我都是用最后民意的公投。哦，我个人上来去受训练呢，一走台中再垦丁呢，接受啥呢？公投讲师的训练呐。啊，这训练了到尾，结果啊，公投啊，直直无去啊。我咧抗争，讲台湾要公投，结果袂使，你唔甲阮讲。对不对？啊，是到底安那袂使公投，无袂人讲。所以呢，伊留一个名啦，叫做蔡公投啦。啊，这到这，所以咧，台湾人是作者拢迷迷糊糊。所以包括咱吼，安尼迷糊过了十冬，甲即马甲觉醒起来，我就是行这条法律，其他无步啊。因为老实讲，中国一直讲加拿大嘢。哦，为什么讲假意的？法律揭出来啊，啊揭未出来，啊不讲历史了，就讲哦按依照历史了，按的历史，你中国，你中国哪看到蒙古的？人蒙古怕到你遮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照历史，人苏联哪恁来？因为怕到遐苏联遐两百几年啊，啊连即马伊朗哪拢恁来？所以别当我根据历史的，哎，别做乌字揭出来啊，啊所以人。台湾的命运就是这么坎坷啦，和咱台在时阵哦，咱也错过过了十档啊啦，啊个很无奈啦。有咧台湾作些贪生怕死，个加入伊个系统内底，你选举，和造成国际社会讲啊，你落来选举啊，啊所以呢，都要互伊欺骗，对来甲咱骗个中华民国选出总统，吼，大家咧就位的时阵小白个，结果人国王。不该看作是总统啊，但是咱敢讲讲咧选总统，所以第一个咱的想法内底，啊，咱有家己人民有土地，吼，啊，佮有政府有军队，啊，佮有选出来总统，啊，当然是个国家，即种我们情绪上、家己感情上自己的想法嘛。但其实都唔是呢，孟托来咧，孟托罗来咧，迄种迄个。国家的定义都唔是安尼，会当用即马来解释，够看的战争内底占领的问题呀、啊。所以咱即落咪卖讲，如果必要把握时间的时阵咯，因为刷咧，看到精彩的是我们秘书长最后压足戏了对了哈，最后一节课哈，啊，所以我必须要把握这个时间的。所以各位，我讲。咱台湾就好像就一斤吼羊啊，一顿羊啊就对了。这顿羊啊，普通牧羊人拢叫什么来咧管？不是牧羊人本身咧管呐。牧羊人拢伫个树啊卡，伫一顶帽啊，举一支伫个海来海来吼，对不对？啊叫啥呢？叫牧羊狗咧管只羊啊。所以台湾就这个情形，牧羊人什么人？美国。啊，牧羊狗嘞，啊，一只狗啊，哦，这只狗的心吼，啊，都太多名都好黑的，哦，咱是讲不咧讲这牧羊狗呢，啊，太多一只，迄个名都安尼啊，所以当初的心呢，牧羊人伊是委托中华民国蒋介石来一起来管的，啊，头咧管的唯独共产国家和谐当当啊。那整个时空变化，变成我这只真正狗的时阵吼，这个名真正狗的时阵咯，哎，来脚踏咱只羊啊呢，啊脚踏只羊啊，把紧哦，佮想到讲，无只羊啊煞卖出去啊，我这牧羊人当然啦，哎牧羊人在牧羊人美国的店嘛，哎看在眼内，啊你脚踏咱只羊啊的时阵，我委托你管只羊啊，叫做管理当局嘛 ，authority 有无？各位在知影嘛？我委托你管这顶羊啊，啊你教他马丁啊，想个只羊啊，是咩专家伊？哦，牧羊人当然要挑起来啦！你做牧羊人，你来挑起来。所以哦，时间点的时机点的，叫贪人哦。咱今后在各美国，各来个即阵今年是什么年？甲午年，懂不？你一百二十年前。少年迄阵啊，是咱台湾遐祖先先民呢发生了变化，脱离大清帝国，
但是一百年后的甲午年，咱呢，那是跟脱离迄个中国有关系的。迄阵啊，伊证书挂好人伊的，啊，即摆呢，是咱有想办法要挂出去的俩，命运不太一样，所以上天呐、啊，咧造弄人呐、啊。但是你那个相信公的心吼，就是我们的天灵，咱的天灵要来啊。所以我为什么要用我们迄个迎接新的时代？对，满九这个时代先要结束，他是中华民国的终结者、终结者。你中华民国的满九出来会被他终结掉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台民政府的代表下呢，我们台湾起来。弄个新的时代，啊，所以还有点时间，我阿个无时间啦，吼、哦，无时间阿别讲弄啦，这弄唔是个三分钟啊，无时间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以后大家一个机会，啊，稍等呢，和秘书长个介绍来说明点招的意义，啊，我们未来的希望是什么？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